从前，老窑镇是一个大窑厂，烧造的大缸远近闻名。如今，传统窑业风光不再，只剩下了一座座或大或小的缸窑，淹没在废墟荒草之中。缸窑下圆上尖，远看就像个大帽子，所以人们又管缸窑叫窑帽子。其中有个老窑帽子又大又高，年龄超过了百岁。传说当年狠心的窑主曾把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。 推进这座窑里和大缸一起烧了，女人阴魂不散，一直在老窑里里外外、前前后后游荡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关山太保，我是主播于连周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，那就订阅我们吧。赵大刚原名叫赵化刚，是老窑镇钢匠的后代。他从小就对烧窑情有独钟。如今老窑镇的人都去寻找新的谋生出路。 唯有他割舍不下那份情结，自己盘了个小钢窑，天天和泥坨坨烧窑，把自己整得跟泥人古董似的。虽然他绞尽脑汁花样翻新，各式各样的大缸小缸做了不少，却销路不畅，入不敷出，日子混得不成样子。三年前，他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笔钱，准备还银行贷款，却被一个朋友骗走了，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。 他老婆又气又恨，愤然离他而去。他成了老姚镇头号大笑话。后来赵化刚渐渐被人忘了，赵大刚变成了他的新名号，其中不乏贬损之意。这天，赵大刚在一家小酒馆一个人喝闷酒，本想借酒消愁，却越喝越愁，想起那一桩桩窝心事，连死的心都有了。烈性白酒喝了一碗又一碗，也不知道到底灌进肚子里多少碗。 等他走出酒馆时，眼神迷蒙，天旋地转，东西南北都改变了方位。他趔趔趄趄骑上电动车，开上了马路，风在耳边呜呜作响，路上的行人纷纷给他让路。他好不痛快惬意。突然，他发现路边站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，刚想躲闪，可车速太快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只听“砰”的一声响，那个人就飞了出去。 无影无踪了，他脑袋嗡的一声，心想：坏了，肇事了。可在酒精作用下，胆量膨胀，无所畏惧。他不但没有停下车来，反而加大了电门，风驰电掣般飞离了是非之地，把呼喊声远远抛在了身后。赵大刚驾驶着电动车向前飞驰，稀里糊涂拐上了一条小道，一路颠簸，所向披靡。 当他看见有一堵老墙挡在面前时，才知道已经鬼使神差来到了那座废弃的老窑帽子跟前。这时天上狂风大作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。他把车往一个破大缸上一靠，也顾不上晦气不晦气了，一头钻进了窑里。老窑帽子里非常空旷，挂满了密密的蜘蛛网，满地都是破烂的残缸碎罐、钢茬子，龇牙咧嘴。 叫人无处下脚，此时喝下去的酒精开始发作，赵大刚倒在钢碴子上便呼呼大睡，也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。赵大刚隐隐约约听到有女人的哭声，断断续续，忽急忽缓，凄凉哀婉，久久不绝。赵大刚猛然睁开眼睛，只见老姚帽子里灰暗一片，阴风嗖嗖，外面的风雨还在肆虐。 那哭声仍在空旷的老窑间回荡，难道传说的故事是真的？老窑里真的有鬼魂？由于极度恐惧，赵大刚的酒劲儿瞬间荡然无存。他站起来就要往外跑，可却有什么东西死死的拽住了他的裤脚，叫他寸步难行，更使他心惊胆战。他奋力拔腿，拼命挣扎，由于用力过猛，身子一下失去了平衡。 扑通一声，摔了个狗啃泥。赵大刚以为真的有鬼缠身，一咕噜坐起身来，回头一看，原来裤子被勾在了一块尖锐的钢叉子上。他用力拽裤子，那块钢叉子也跟着翻了过来。随着灰尘散去，有一个圆环状的东西出现在眼前。他好奇地捡起来，沉甸甸的，仔细观看一番，竟是一只银手镯。 从上面花纹看，很是有些年头了，是一笔不小的意外之财。他把银镯子塞进破裤子的口袋里，连滚带爬逃离了老姚帽子。赵大刚脑袋嗡嗡作响，隐隐作痛，被雨水一淋，冷静了很多。他渐渐回想起了骑车来时发生的事情，意识到自己已经闯大祸了：醉酒驾驶、肇事逃逸，哪一样后果都很严重。 加在一起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哎，都是酒精惹的祸。他忙骑上电动车原路返回，去找被他撞倒的那个人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皱着眉头回想肇事地点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只模模糊糊的记得当时跟前有个店面，牌子上有“秋波”两个字。好在老姚镇不大，不一会儿就找到那块写有“秋波”的牌子。 一个年轻女子正站在门口，赵大刚走过去问：“老板，刚才是不是有个电动车在这里撞倒了一个人？”那女子看了看赵大刚，说：“是啊，就是你吧？你肇事逃逸，罪可不小。”赵大刚说：“刚才实在是喝醉了，失去了理智，也没停下来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”赵大刚不想和这个人再浪费时间，急着问。 那个人怎么样了？啊，死了！赵大刚险些跌倒，他心里暗暗叫苦：我这辈子算完了。那个女子转身进了屋，赵大刚掏出手机就要报警，可那女子又出来了，把一件东西扔在赵大刚面前，说：“你看看，是不是没气了？”赵大刚定睛一看，竟是一个赤裸裸的塑料模特，身上瘪的瘪，凹的凹。 一只胳膊藕断丝连，惨不忍睹。那女子用手指点着赵大刚的脑门说：“今天你撞的幸亏是我店里的模特，要是真人的话，你可就惨了。”赵大刚这才注意到，这是家小服装店，屋外放置塑料服装模特，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。怪不得当时他见到那个人花花绿绿的呢。他点头如同鸡啄米，一遍一遍的说：“是是是。” 我赔，我赔，我一定赔。可嘴里说赔，心里却发慌，口袋里的钱全都喝酒了，一分钱也没剩，手机里的微信零钱也只有一位数，拿什么赔人家？算了，看在你能主动来投案自首的份上，赔偿就免了。以后多关照我的小店就行了。赵大刚觉着自己是个男人，这事叫他好没面子，一定要赔偿人家。 他下意识的把手伸进了破裤兜里，碰到了那只银镯子，毫不犹豫的掏出来，说：“我身上就只有这只镯子了，给你吧，就算赔你模特的钱。”万万没有想到，那女子不见银镯子还和颜悦色，一见到银镯子竟风云突变，怒目圆瞪，一把夺过银镯子，死死抓住赵大刚的衣服，大声吼道：“不许动！”三年前。 老姚镇一个叫李春梅的女人突然失踪了，留下的最后一条微信只有五个字：“我被绑架了。”李春梅单身，喜欢独来独往，做事一向不愿和其他人商量，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从李春梅留下的物品及种种迹象看，她遭遇不测的可能性极大，可又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警方立刻介入了这个案子，经过多方调查。 得到一个重要线索，李春梅有个男朋友叫十二盆，失踪前因为一笔钱，十二盆曾和他闹过别扭，还动了手。之后，十二盆就消失了。经过走访调查，有人反映，十二盆和李春梅经常在大河西大岔边钓鱼。现场勘查发现，那里草深林密，十分偏僻，适合作案。还有一个抓鱼老汉提供的线索。 更有价值。那老汉说，他认识李春梅，经常穿一身红色衣裙。在他出事后的那几日，下了一场大雨，洪水从山里涌进了老姚镇，道路上浊浪翻滚，有的小汽车都被冲走了。他亲眼看见，在大河西大岔里，飘着一具穿红色衣裙的女尸，可水流太大，尸体很快就飘走了。警察分析。 被害人很有可能已经被洪水冲走。十二盆有重大作案嫌疑，他的失踪有可能是畏罪潜逃。公安机关四处撒网抓捕十二盆，却毫无结果。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年。不久前，十二盆突然回到了老姚镇。得到消息后，警方立刻出击，可在他家里却扑了个空。马上又发现他正在大河西大岔边钓鱼。 便围拢过去，十二盆见警察向他靠近，慌忙扔掉鱼竿，撒腿就跑。他十分熟悉这里的地形，穿林越沟，很快就把警察甩在了身后。他翻过一座小山头后，上了一条大道，正要顺着大道往县城去，猛然间从大树后蹿出一个人来，一下把他摔在了地上。原来早有警察在这里等着他呢，抓住了十二盆。警察们都很兴奋。 以为总算可以破获李春梅失踪案了，可是二盆却百般抵赖，死活不承认李春梅失踪和他有关。他说他动手打了李春梅不假，但根本不会加害于她。他对李春梅还是有感情的，这次回来就是要向李春梅道歉，并打算正式向她求婚的。很明显，十二盆是在编故事。从他的种种表现看，心里肯定有鬼。 其嫌疑无法排除。接下来，警察围绕十二盆开展了更缜密的侦查工作，是要找到蛛丝马迹，让他心服口服，低头认罪。然而，正在这时，却节外生枝，又有人报案，杀害李春梅的凶手出现了。报案的人就是秋波服装店的女老板。虽然十二盆作案嫌疑重大，但警方仍然不放过其他线索。 立刻派出警力进行调查。赵大刚稀里糊涂的被带进了派出所。他想不明白，服装店女老板为什么出尔反尔？不就是撞残了你一个破塑料服装模特？至于报警吗？到了派出所，警察却开门见山的问他：“你认识李春梅吗？”赵大刚心里琢磨，肯定是那个叫李春梅的人丢了银手镯，怀疑是我偷的，就把我抓了进来。 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！他如实回答：“在老姚帽子里捡的，绝不是偷的。我赵大刚从来没拿过别人的东西，比偷的还严重。你老实说，是在哪个老姚帽子捡的？要是撒谎的话，可没有一点好处。”原来赵大刚在老姚帽子里捡到的银手镯，正是失踪人李春梅的。他不是被怀疑成小偷那么简单。赵大刚带着几个警察。 又来到了那个老窑帽子里，警察在里面进行了地毯式搜索。突然，一个年轻的警察惊叫道：“骨骸！”几个警察一同围拢过去，赵大刚也跟在他们的身后。只见一口特大号的破缸里，有一具白森森的骨骸，红色衣裙依稀可辨，长长的头发披散在头骨上，是个女人。赵大刚吓得“妈呀”一声叫，差点儿瘫坐在地上。 惊魂不定地说：“我说怎么会有女人的哭声呢？果然有女鬼。经过技术鉴定，老姚帽子里的骨骸就是失踪的李春梅。可经过查证，李春梅失踪的那些日子，赵大刚正在千里之外的遥乡学习摇役技术，没有作案时间。这么一来，十二盆仍然是重要嫌疑人。赵大刚刚走出派出所，那个报案的服装店老板便迎了上来。” 抱歉地说：“赵大刚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打不成交，我叫秋波，以后我就叫你赵哥吧。”赵大刚气鼓鼓地回道：“叫什么都无所谓，差点儿成了杀人凶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秋波告诉他：“李春梅是他表姐，开了个小饭店。三年前，李春梅一时资金周转不开，借了别人一笔钱，之后就失踪了。” 还好，现在总算找到了他的下落，离破案就近了一步。这还要感谢你。今天我请你吃饭，给你压惊。赵大刚真饿了，又囊中羞涩，只好吃一回软饭。饭桌上，秋波夸奖赵大刚是个实诚人。现在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少了。他给赵大刚倒了一杯酒，关切地说：“赵哥，以后可千万别多喝了。这次多危险啊！” 赵大刚说：“我也是因为有事，太窝心、太郁闷，才喝多了酒。”他一边吃饭，一边把自己遭遇的事讲给了秋波。年初的时候，赵大刚试制出了一种新产品，可没钱生产，就按照电线杆子上小广告的电话号码，给一个贷款公司打了电话。很快和一个老总见了面，两人很谈得来，贷款利息也不算太高，就签了合同。 借了一万元钱，还款期限是三个月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到了还款日期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老总。在电话里，今天说在海南，明天说在新疆，拖拖拉拉过了十个月，也没把钱还上。几天前，一个脑袋上有一大块斑秃的人，突然找赵大刚要账，拿出合同一算，连本带利外加违约金、保证金，这个金那个金。 利复利，利滚利，一共要还五万八。借钱时，赵大刚觉得那个老总很实在，也就没有细看合同。现在仔细一看，吓了一跳，才明白被人套路了。开始，赵大刚还硬挺着不还多余的钱，可恐吓电话接二连三打来，门上天天被泼油漆。这还不算，一天晚上，那个班秃像恶魔一样带人闯进他家。 拿着尖刀威逼冻客说不还钱就卸下他一条腿来喂狗。被逼无奈，赵大刚只好把仅有的一点买原料的钱都给了班秃。可这远远填不平那个大坑，逼债鬼马上又会找上门来。秋波听了赵大刚的话，像踩上了电门一样，跳起来说：“这个线索太重要了！警察说是十二盆杀害了我表姐，我就是不相信。” 十二盆这个人虽然粗俗，但绝不会杀我表姐的。他们俩是有感情的。不久，班秃一伙人果然又来逼债。按照事先安排，赵大刚巧妙地给公安机关发去了信息，接着便开始和他们周旋。班秃恼羞成怒，要把赵大刚带走，让他尝尝苦头。这时警察来了，把那一伙人带到了派出所。班秃名叫王忠。 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反侦查能力很强。只承认自己是为别人催债，赚取佣金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。至于老姚帽子里的骨骸，更是和他没一毛钱关系。警察认真打量了他一番，也没难为他，只是要给他拍一张照片立案用。看他头发乱蓬蓬的，就找来梳子给他梳了梳头，之后。 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他休息，斑秃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若无其事的倒头就睡。等睡醒，王忠被叫去讯问，警察第一句话就问他：“你脑袋上怎么少了一撮头发？不对，你这不是先天斑秃，是后天外伤所致。我们都学过专业刑侦知识，你唬不了我们。说实话，你那撮头发哪里去了？”警察突然严厉起来。 目光像锥子一样看着王忠，这这，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，也许是鬼剃头吧，睡一宿觉就没了。班秃接过了照片，一张是一口破大缸，里面是一具白骨；另一张只有一只手骨，上面有一丝丝暗影。警察提示他说，那是一缕头发，但不是死者的。经过 DNA 鉴定，这缕头发和另外一个人的 DNA 吻合。 斑秃神经质地一颤，下意识的抱住了自己的头。警察说：“不用掩盖了，昨天给你梳头时，我们已经采集到了样本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”细心的警察在老姚帽子里发现骨骸后，从死者的手掌中提取了一缕可疑的头发，又见王中的斑秃是外伤带来的，就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，做了大胆的假设：三年前。 李春梅掉入套路贷陷阱，遭受种种卑鄙手段的逼债，还被强行监禁起来。性格刚烈的她在厮打中，薅下了王忠的一缕头发。王忠恼羞成怒，残忍的杀害了李春梅。为藏匿尸体，他很是动了一番脑筋，最后觉得老姚帽子没人去，是个最安全之处。就在一天深夜，把尸体转移到了那里，装进了一口破大缸。 可李春梅的一只银镯子，却神不知鬼不觉的掉在了老窑里。李春梅失踪案水落石出，一个罪恶累累的地下贷款公司浮出了水面。班秃只是其中一员。公安机关重拳出击，一伙儿不法之徒被绳之以法。三年前向赵大刚借钱的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史二盆。当时他只知道李春梅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。 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就借钱想帮他暂渡难关，可钱有去无回，就认定是被李春梅欺骗了。他是个很讲信用的人，为了偿还赵大刚的借款，他进深山老林里去帮人种人参挣钱。巧合的是，他离开老姚镇那天，李春梅就出事了。山里没有信号，与外界隔绝，李春梅的事他根本不知道。 便戴上了畏罪潜逃的帽子。今年他总算把钱挣够了，兴高采烈回家来还赵大刚的欠账，还准备向李春梅正式求婚。可在一个小车站，一伙人发现他身上带着钱，就对他实施抢劫。他用刀捅倒了一个人，趁着那伙人慌乱之时逃走了。因为有案在身，心里有鬼，回到家后不敢露面，就躲到河边钓鱼。 没想到警察行动神速，没几天他就被抓了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摊上了大事。很快，十二盆再次归案，但结论是正当防卫，不追究刑事责任。真凶落网，十二盆重获清白，借赵大刚的钱也全还清了。可心上人却永远不在了，他免不得悲哀难过，在李春梅目前，百感交集，大哭一场。 经过证实，那个抓鱼老汉所说的被水冲走的女人尸体，也和摆在秋波服装店前那一排东西一样，也是个塑料服装模特。赵大刚从套路袋中解脱出来，一身轻松。这天他又进了一家小酒馆吃饭，禁不住喝了几杯，喝完付了钱，哼着小曲出了门。可来到电动车跟前，惊讶地发现。 自己的车被人用一条粗铁链子锁上了，他大声喊道：“谁锁了我的车？”一连喊了好多遍也没有人回应，他气得直跺脚。过路的人都站下来看热闹，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。有的说：“是不是你喝酒喝大了，看错了车？”还有的干脆质疑：“是不是你偷了别人的车，被人家认了出来，就给锁上了？你还敢喊？” 赵大刚理直气壮的说：“胡说八道，这就是我的车，都买三四年了，谁敢说是他的？喊一声我听听。”这时他看见服装店老板秋波在人群里瞅着他乐，手里还摇着一把钥匙。他立时改变了态度，问道：“是你锁的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偷的不成？快给我开开，我还有事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” 你还没受够教训，说着一扬手叫来了一辆出租车，拉着赵大刚上了车。出租车在山脚下停了下来，两个人沿着荒草小道，一同来到了老姚帽子。今天天气晴好，风和日丽。老姚帽子里非常安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秋波用手机把老姚帽子里里外外拍了个遍。赵大刚不解的问他：“照这么多照片有什么用？” 他只是说好玩。又过了些日子，秋波领来了一位白发老者，说是他姑父，是省城大学的教授，专门研究古代陶瓷，对老窑镇的老窑帽子很感兴趣。上次拍的照片就是给他看的。老教授走进老窑帽子，特别兴奋，捡起地上的每一块破钢碴，都舍不得放下，手摸着窑壁上肮脏的窑汗。 简直要把脸贴上去亲吻几下，一遍一遍的说：“现在保存这样完好的古窑已经很少很少见了，太珍贵了。”看完了老窑里面，老教授又要上老窑帽子上面去看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老窑帽子有十几米高，又陡又滑，别说是老年人，就是年轻人上去也很危险。可老教授执意要上去，赵大刚只好搀着老人。 从侧面山坡爬上了老窑顶端，老教授兴致勃勃，一步一步仔细查看，一看就是几个小时。这时天上飘来了一片乌云，又有阵阵雷声由远而近。赵大刚赶紧扶着老教授下了窑帽子。刚进里面，狂风大作，大雨倾盆而至。突然，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在老窑空间响起来，就像女子的哭声一样。 吓得秋波紧紧拉住赵大刚的胳膊不放，赵大刚心有余悸的说：“上一回来，我也是听到了这种女人的哭声，吓得我半死。李春梅冤仇已报，应该安息了，怎么还在哭？”老教授不愧是有大学问的人，他不为鬼哭所动，仰面看着老窑，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刚才我在窑帽子上看到，有些窑砖已经剥落了，留下了一个个穴洞。” 风从外面穴洞里钻进去，在洞里几折几转，又从窑砖缝隙里钻出来，就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。这是一种自然现象，就和吹笛子一样，不是什么女人哭声。赵大刚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自然现象，真是古人传说不足为奇，今世鬼魂也不可信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终有报。要不然我喝醉了酒。 怎么就偏偏钻进了老姚帽子里，又偏偏捡到了李春梅的银镯子？老教授来到赵大刚跟前，深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听说你是老钢匠的后代，非常喜欢传统烧造技艺，还在坚持烧造传统大缸。你原名叫赵化刚，因为你喜欢大缸，别人才叫你赵大刚。你的这种精神实在难得。不过社会在发展，时代在进步。” 我们也应该换个思路了。当下老样式大纲已经被社会摒弃了，但高端的仿古钢制品还是有卖点的，很有发展空间。以后我们不妨联起手来，你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。赵大刚摸着头嘿嘿笑了，想不到自己做了这么久的大纲还有这么多门道，以后得跟老教授好好合作才行。一旁的秋波指着他的脑门说：“你呀、啊。 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喜欢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别忘了订阅和分享。谢谢你的支持。